那想要再请教一下黄父，因为今天黄父中午的时候去联合医院，那蒋万安早上的时候他也去了联医中心院区跟仁爱院区，那现在感觉好像有两个人有在较劲的意味。我不是今天才去，我昨天也去木栅，而且我每次只要到第一线，我都会去看一下同仁。那我们欢迎所有支持台北市政府同仁的任何人都欢迎他们对市政府的支持。